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，圣帕斯，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耶、yeah, ，大家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耶、yeah, ，又到我们这个公益车的这个单元。哎、欸，有快点不？接上面下一站哦。Seville 啊 ，Seville 哈，我之前我的330就是用这一次保险杆改的，是、啊，所以印象很深刻。这一台车哈，我先大概公器私用一下，我把它裁了两刀，第一刀这个我要裁掉，从这里切掉，因为什么不能用，这不能用，因为有灯嘛。好啊，再来就是刚好保险杆的洞是在这边，这边太长切掉，把它拉进去，太宽了，我车比较窄嘛，把它拉这样两刀。再把它结合在一起，把它直接直上。啊，原本的保险杆没有移动，一样把它上去，就是原本的这样，把它叠上去，再加固这样。贴皮那样包上去，那直接上去了，这样才会厉害的。好了好了，回归正题了，这是人家捐的，你知道为什么捐吗？当时他留着他自己开，他有稍微先整理一下，后来发现一台更漂亮的，好像是3.0，他直接去换的，还是2.0，我忘记，反正就是直接换的。那这台反正啊，既然都买了，不然就直接给我们这样。外表是。还堪用啦、啊、第二发现擦撞到了、欸、这个是2.0的哦，再说一次2.0，这个是2000年的，最新会比较重一点，整年度是17410。好、啊、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好了啦。它这个是自己贴的吗？没有啊，这个就这样，这写什么？为什么是6.24V 是？应该是 V6 24V 吧。哦， V 不见了是不是少一个吗？那 V6 好，外表就是有一些，对啊，有些擦伤、哦，这边也有一点点，嗯，好、哦，这边稍微撸掉，像水箱看起来都蛮新的了，看起来看不到，因为它是这样 V 的嘛，对向嘛，这样两边，这边123啊，这边123三缸在那边会被挡住了，所以这边的火星塞就很好换，那边就要拆那个气管，哎、欸，人家这个是有 ABS 的嘞，啊，轮子嘞。轮子应该我记得还蛮新的，印象中啊，21年的15周，算 OK 了。OK 哈，内装这个是算灰色的内装，哎、欸，核桃木呢，四个门都电动装啊，这个没有电动椅的，手动的吧？对啊，手动。好、欸，12.9万啦，好了，我们算整数好了，13万呢。啊，这个是你看，九龙山港坑修固坑啊，修个成功。可是它的就是核桃木这些都还好，然后椅子也没破。哎、欸、啊，对了，哎、欸，要不要这样？有没有？啊，后车厢超大的，超大的，哦，有没有超大的？这个车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么宽呢、欸，很宽，有没有？哦，备胎还在，备胎，没有漏水，也没漏水，嗯，哦，以前的还有 CD 盒嘞，啊，千斤顶，你看以前的你上都是那种蓝色的，嗯，哎、欸，看车牌刚好3G 嘞，你知道为什么？3G 的声音现在已经都5G 了，所以车子就你看越新的，都新款的出来了，3G 哦，比2G 快。我们都讲完之后，有没有2G 重跑起来了？上王，上王，这垃圾的。那个？哦，对，哦，哎、欸啊，这个门有换嘞，刚刚没注意看，我摸了第一个就被我摸到了。这门皮有换过，这边也有两个门呐、啊。这一看就是考过的。对啊，考过的啊。啊，这边的椅子跟那边是一样，都还算蛮漂亮的，没有破损，就有那使用痕迹这样了、啊。好、嗯啊，那核桃木都是 OK 的。主要内装件都还不错。都没有裂，有啦，这边有一点点污啦，一点点。哦，前面这个特异者都在啊，贴纸还在。很少会一次换四个门啦，不会，还是看一下好了，刚没注意看。对啊，这边正常的啦。好，那就换那边两个门，后来后期都是修嘎呀，是应该修胖胖应该也塞啦。这不定的是玻璃啊，这里碎掉。哎呦，哦，你不请教我快点嘞，这个就是掐头胸当，就是录了一网输五，看起来不错嘞。变速箱这边是干的。跑完挖过啊，已经跑完处理过啊，跑完是新的嘞，引擎脚我看到有开过嘞，哎、欸，三个键冇换嘞，你看我左右边，这台有开啦，开路侪咱都，很紧张，嘿，巨哥靠边挨叫，哈哈哈哈哈，都他都换过了，因为他水箱这个都，我记得他就是回来有稍微整理一下，然后整理到，找到更好的。这台就不要，对，就不要了。哎、欸，不是不要了，他也没有说丢掉，他还是够哎、欸、送给我们的、欸，现在就敢动哎、欸。轮胎现在比较好看，刚刚那边比较低，这个比较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12年的12周，在哪里？哎、欸，1212，真的是1212嘞、欸！我刚颠倒，以为是21，是这样吗？21年的15周，很轮胎要换的了。对，验车都可以过了，可是这个年份是真的有点久。那两个刚好一二，也在1312。
啊，那个是1512，十年的，对啊，十一年的。可是为什么看起来不像？真的不像啊！十年应该都是边啊，拢被爆炸，都感觉快爆炸了。而且要弹性的，为什么？主要是这个，一般来讲有些会裂，一定会龟裂、啊。对，它这个还好，没有漏油，可是环尘套就是比较老化了一点，基本往上换，它没有明显的漏油哦，啊这个没有哦，啊捏一下这个，还有弹性，状况不错。对啊，还不错。那个烧焦味到底是哪？可是客人有没有油啊？啊，就换点机盘呀。我跟你讲啦，你说这个有油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你看这边是机油芯漏下来，油都往下滴，还没有清干净的话那样。你看，这样，油漆的家伙，六块六。所以，我们像那个巨哥，他就会用那个清洁剂喷完啊。啊，是你上面是干的啊。嗯。啊，环尘套嘞，看起来是好的哈、哦。这台都整理好了，现在就是有烧焦味的，看是发电机。有亮灯哦？没有亮灯嘞。可是我刚电拜拿掉，它就熄火了。对。啊，你整理不行，我给。我是现在都是聊干的啊。那就先量啊，比较快啊。哦，先量，有没有仪器可以量啊？发电量看够不够？对，来哦。我电机派一啊，今麦叫12.1哎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的判断是对的、啊。我电机派一啊，因为那个烧焦味就不像其他的啊。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发电机而已，其实最难换的就是它了。你有没有看？我看、啊，看得到，看得到。我看，我看得到。我刚刚已经问了。那你出？看得到啊、哦？对，看得到，拿不出来啊，拿不出来。这边全部要摘掉才拿出来。啊，冷气有哦，冷气有。哎、欸，新的呢？要说机嘛新的，看这柜台拢新的啊，三个机嘛新的，系啊，这赞啊，泡碰碰嘛，哎，这拢新以后啊，哎，黄金机也是蛮好过，水啦，黄金机看我最新的，哎，有我个，起码存三张哦，起码发电机是新的啊，你啊，对，发电机换掉，柜台拢新，发电机换掉柜台拢新的，哎，最新换我过，哎呀，好啦，就这样子啊，这么简单，那最难的是发电机，你跟我说这么简单。就简单这一个，你看这发电机是有收在上层吗？由此可见，为什么留一个最困难的，因为最难换，他没有换，其他都换掉了。对，不应该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因为应该不好换的问题，应该是真，因为那个真的难换。哎，刹车皮也都够啊，盘子也不错哦，搞定，交货。先切电源。对，因为这个位置太小了。好了，再来就可以处理发电机了。压缩机一定要拆掉。对，压缩机是一定要拆的、啊，只是水管啊，因为有时候水管会卡住，有时候不会。你看这台干干净净的。哦。你看这台是不是跟一般的发电机？完全不一样的位置，然后螺丝还给你藏在后面。我跟你讲，原厂的寿命啊，真的很耐用。有时候是线坏掉，可是我看他那条线换过了，所以基本上可能真的是发电机坏掉。起来了就是要闪一大堆东西啊。好了，下来了，是不是很舒服？我要把扣子拆掉，你要拆回去原本的身上吧。因为它这个没有扣子啊，这个扣子要扣回去。好，我把它拔起来比一下，然后两片一样的，只有中间那两个，中间那两条，下面这个不用比啊，这只有一只，跟冷气啊。先补一下哦，新的，不过还有四个头哎，对啊，没有，但是它只有用到两个、啊，没有它，因为只有出两条线，所以不要理它。最主要是看脚位啦，脚位一样，就只差没有 mark， 有没有？有 mark， 自己画一个，把后盖移过来，要上去啦，要想办法再上去啦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，圣帕斯，
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进了耶，进了就可以休息一下。等一下要来擦，要先擦这一次。能用摸的，能用感觉，对，手感。哎，好了，哎呦，投进去了，还没过，我才是最难的。我只看到投进去而已，我才是最难的。啊，给个面子进去一下吧。哎呦，进了，进了，耶，进了，进了。我们要把螺帽放进去，螺帽就是这样子锁的。咻咻咻咻！咻咻哎呦，进了，进了，进了。现在要把上面的固定螺丝先对好位置。我想办法去抬发电机。好了，然后这样就可以锁下面。好了，再来就擦插头，擦插头上皮带。顺便保养。保养啊，换油。是啊，顺便啊，这边拆那么空了，很好做啊。这油是不是还算干净？还不错啊。头上来，那就是锁回去。我刚刚有拆一只豆干。那个舵轮吧，调整舵轮的，弄紧，对，把它锁紧。干净的就不用换了。哦，干净的还要换，会不会太严格了？哎，有了。哦，有了，正常。上次测还是12嘛？12点多。先开大灯。好，冷气。好，双闪。好了，电压都很稳。好，全关，谢谢。轮胎比较旧，轮胎旧了一点，但是胎纹还很深嘛。就是如果要开长途，就把它换掉。如果是买个菜啊，市区走一走就算了。它真的是很用心的，这个。快换打孔的碟盘。好，泰山来看灯吧。有小灯，有远灯，有大灯，有方向灯，有换后面。还有雾灯吗？开了。有刹车，有倒车，有双闪有吗？有小灯，有牌照灯有吗？有看一下前面的雾灯，我有开了，应该是这个雾灯也有。有冷气吗？没事。我这压缩机新的，不要这样。这压缩机新的呢。哦，有冷，有冷，有冷，这个有冷。
是开心的一天，我们今天公益车来捐款的台团法的罕见疾病基金会，总共分三个，一个人是26,667块，这是公益车的啊，这两张直播也有捐款要捐出去的，还有我们现在的清仓，好，总共分两笔，一笔是12,260块，跟一个是3,480块，只要是清仓出去的跟之前直播的，我们都会捐款1%。其实大家都蛮热心，都参与啊，我们都捐出去了。啊，这不是全部啦，因为还没做完，因为到时候会再算，应该还会再捐。走，回去吧。我是这，冷气很冷的，你看我刚刚已经转到这样，一开始是热的，后来追的，我妈转到一半。这车也被我开了2天了，都没什么问题。就测试过了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因为他也有讲，他换了一些东西，有在整理。我记得他换到一个更心仪的对象，我记得对啊，3.0的，最近比较重，可是会更好开。一车一大坑的，3000的油站的去，嚯，力道源源不断这样出来，爽。这车本来底盘就没声音，然后那天我就讲过了，我那时候开回来不是就是发电机坏掉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开起来，你开应该没什么声音吧？没什么声音。其实刹车不太够我用了，但是这个是看个人感觉。对，你看我那刹不刹不刹刹，可以了。刹不刹不刹不刹刹不刹不刹。放轻松快乐摇摆。可以哦，这刹车还行啦。当然是说你开快，车比较重，它滑紧就比较。对，因为车重了，所以它会滑比较。所以你要踩大力一点啊，不然就是要提早踩一点。然后内装其实都还蛮干净的、啊。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税金比较重一点，因为它2.0。嗯。可是这个比较大有个好处啦，有家庭的人，这个在妻儿啊出去哦，后面的后备箱也超大的。妻儿，而且在这就大只呀、啊，在摩镜啊，嗯、在摩镜机啊，摩镜我也不知道妻儿，不然叫什么？哦，对了。靠，为什么你这样笑我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在爸爸妈妈出去，这个后面都很好做，它隔音也不会太差、啊。那时候它的广告有没有？引擎室放了很多有没有高脚杯，这样发动都不会震动。对，我那天在移车啊，我真的觉得它没有在发动，引擎也不会抖，觉得这台车恰卡拢新的对吧？啊对，可以开很久哎。打算回去开个几年，再去旧换新，我觉得都很划算。要注意一下就是轮胎了。轮胎真的很久了。耶、yeah, ，好，刚试车完毕了。其实这车开起来还不错，缺点可能就是它车真的蛮大台的，税金会比较重一点。跟之前的，比如说阿提斯比起来，这税金比较重，一年要17,000多。好，再回去可能就是轮胎了。轮胎深度很深，可是年份比较久了，记得是12年了，10年了。连跟这些都是顺眼的吼。这次引擎就状况都还不错，只有我们花了那时候发电机坏掉了。好啊，那时候有讲过了嘛，该换的都换了，只有发电机没换，因为最难换、我们也把它换好了。车主真的也蛮爱车的，我们算没有花到什么钱啊，一样工单到时候会抛上去。好，外表小杀伤了，那时候就讲了嘛，这一台就是我们这个月的公益车 Civilo， 这是墨绿色的。哎、那时候这个很流行呢，以前很流行这个颜色、啊，这个颜色，这个好像现在的，比如说你跟混动红一样，对啊，以前什么 Tercel 啊，什么车，全部都是这个颜色，全车系都是这种颜色，这种都是超当道的颜色，喜欢就可以下标喽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耶、yeah ，好，拜拜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，圣帕斯，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这车开起来都不会抖，哎，好安静。这台车不错不错，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哦。